近日，沈阳工学院成为了许多人口中别人家的学校。该校投资500万元人民币建造了一座口罩生产车间，除了满足本校师生外，还在4月10日捐助了辽宁省50所高中10万只口罩。据悉，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，沈阳工学院董事会经过探讨，决定投资500万元人民币建设一座口罩生产车间，以供本校师生的需求。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，3月30日，学校的口罩车间就已开始投入生产。目前，该口罩生产车间日均生产口罩6万只，而这座口罩生产车间还不仅仅局限于此，未来这里将成为更多学子的实验室。我们学校呢，这个活动应该体现一是关爱师生，第二个体现我们学校的社会责任担当，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学校应该做的一件事情，哎，我们也能做好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学校也会从此收益，因为我这个口罩厂将来会变成我们的实验室，哎，它还能得到第二次利用，所以说这项工作呢，应该说一举多得。日均生产6万只口罩，这对于拥有16000名师生的沈阳工学院来说，除了自给自足外，还有大量富余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学校并未将口罩用作盈利，而是选择无偿捐赠给辽宁50所高中的高三学生，帮助他们复学备战高考。在4月10日的捐赠仪式上，记者还了解到，该校的教职工更是作为志愿者，亲自把口罩送往各个高中。我代表经济管理学院啊，走访朝阳、北票、葫芦岛、建昌、还有沈阳等地，啊，总共9所学校捐赠我们的一片心意。高三年级马上都要复学了，作为沈阳工学院啊，我们啊助力我们全省高中复学复产啊，做出相应的贡献，我能参与其中啊，首先我很自豪，我也很骄傲。据悉，沈阳工学院的口罩生产车间配备10万级无菌车间和全自动平面口罩生产线，整套生产线在设备调试、生产技术升级、生产环境和口罩微生物指标监测过程中，都充分发挥了学校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、自动化与控制专业、生物工程专业和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等专业优势，确保口罩生产数量和各项指标合格。